中新网报道啊，日前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提出2023年版本的中国贸易关系法案，要求废除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。这个影响啊，可能非常的深远。会不会就会回到解放后啊？评论：脱钩有啥呢？越怕越脱，赶快想脱钩后的爸爸才对。你不怕脱钩，自然就脱不了钩。问题就是怕呀，连精密机床都搞不定。你这不倒霉吗？是吧？一方面天天找事儿，一方面呢还怕脱钩，是吧？回到世贸以前是个什么感觉？立即回到解放后，大家准备好吃糠咽菜吧。